哎，大家好，我是 Phoenix， 为大家带来原神的游戏视频。我们现在呢是游戏这边活动，新的活动《碰碰魔球总动员》是，应该是东西差不多都解锁完了。现在等于是这期呢是做一做，看一下说是要什么寻找，找一块画板，研究画板。为什么没有音效？是什么问题？需要用光盾。是还可以联机。贝尼冒险队出发！有点没有搞懂，不是要让我们找阿贝多吗？为什么突然是变成了这么一个东西？就等于是这个妙妙果实相当于是给我们加 buff 的，这个东西是球，这个相当于是发射的球，完成两次积分击败80次完美回击。よし、出発だ。我以为这个炸弹会跑到他嘴里去呢。但这就等于是，就等于是平常之前在野外有那些挑战。有没有果实？哦，这是什么？这个往上飞的这个有点不太好控制啊。嗯，哦，又出来一个。这个完美回击是，是在跟那个人物重叠的时候是完美回击吗？啊，我好像击球的时间都不说晚，哇，这个打不到哎，哇，这次还有这么快的。是我看花了，我怎么感觉有一个龙飞向了一个很奇怪的方向？怎么还有螃蟹？这是我错觉，我怎么感觉这个球在我身后的时候反倒是挺完美回击？有果实，火这么快，
像是那个城堡毁掉之后，你的这个球就是直接是被击飞到一个很奇怪的方向。在天上飞的这怎么打？3000分，击败5个，还是搞不太懂这个完美回击是一个什么机制。不过这个感觉就是一个很放松的一个东西，不过这也就这个样子。3次愤怒完成2次，击败15座。这等于是挑战，应该是一共哦，这些挑战是分开的，累积击败就等于是一个挑战一个挑战来。等接下来要做什么呢？要完美回击，有没有什么特殊要求？好像是没有。这个完美回击，它只是说击球的时机，并没有说。给我感觉好像就是球离着我们越近，有时候感觉上这个球已经飞到身后了，反倒是会发了一个回击，我不太清楚是我看错了还是什么。觉得是不是应该换些跑得比较快一点的人。哎，怎么没了？好像就是要飞到身后啊，还有个螃蟹。等于是那个塔没了之后，这人就直接把这个球是打到旁边去了。都没有算数。还是搞不懂。这个从边上发下来的球好难判断落点啊。哇，这是打到我身体上了。
是因为迪卢克比较大，所以就是这个样子了吗？好像这次的完美回击是多了一些，但是还是不太盯住这个，这是一个什么机制？好像就是之前我是发现，好像可莉是比较矮，所以说可能机动性不好，但是这边迪卢克机动性好，但反倒是更容易中招。待たせちゃった？実験。这个队伍应该是至少移动力应该是没有问题。80次的回击。可以连击。试一下这个连击是什么效果。正在尝试进入世界。这是要再开始吗？发起挑战。为什么感觉卡呢？什么情况？有点搞不懂，好像真的是好卡。这是我在打还是队友在打？感觉什么情况啊？我感觉我所有攻击都是 miss。有点不能明白。我觉得就是太卡了。我天哪，这个球也。奇怪，我成功回避了，哈，我打了，好吧，
怎么回到单人模式？我觉得是我的错对吧？我感觉刚才就是我一直在攻击，然后一直在 miss。好吧，这边就等于是联机的话，还是没有多人的，没有单人的话呢，我觉得要体验要好，主要就是太卡了。刚才我一直以为就是我的攻击都在 miss， 然后所有的 miss 之后是队友给打了，但实际上好像就是因为有延时，所以是造成了一个假象吧。这个活动双人打、单人打，我觉得。没有感觉出来有什么区别，估计暂时就先单人打吧。没有感觉出来有什么一些新的一些乐趣什么之类的。这样挑战一下第二个，第一个挑战应该是这个东西，应该是第二次挑战。说在本关卡中，好像还不太对啊。他要说本关卡我在现在是多少？69。我要是挑战第二个的话。移速自动回击，会变慢，好吧？击败回击，哦，这个写的是本关卡，那就等于是你一定要在这个完美回击是需要在自己的这个关卡里边去获得。还是自己来吧。我感觉好像就是这个球要飞到后边才算是完美回击。这个好像就是打早了似的，还是我的错觉？刚才打了一个完美回击，但是打飞出去了，这个算数吗？把我脑上了，两个，三个，四个，打这么远，可以换人吗？不可以换。在天上飞的这个球还是不太清楚，该怎么打。哇，我来清楚那个出来的果实会持续多长时间啊，结果他那个果实没时间，我是 miss 了好几个球。
这次好像打了四个堡垒，倒是完美回击变多了，又刷出来一个。等于是这个挑战应该是完成了，是吧？这个是什么呢？活动商店，我觉得就都把这个挑战做完之后一起看吧。这现在是减速的。使用自动回击，这个是这个东西，自动回击，好吧。未被击中，还不要被击中。这等于是不用按，你自己移动就行了。怎么感觉带着护照这个城堡就直接没了？这个怎么打？太欺负人了！我天哪！效果已经没了。这我的天哪，有点乱。这个自动回击的玩意儿，它是算，就是它是算完美回击呢，还是算一个一般的回击？完美回击不太清楚，这个会不会受到那个自动回击的东西影响？刚才是有一阵时间这个东西一直放那个海劫炮的那个球，我什么都打不到，不太清楚是一个什么情况。等于是接着击败，然后要完美回击，好吧。做一个试验，如果说凯亚的天赋是降低耐力的吧，应该不是说跟移动速度有关，这是降低耐力的。如果我刚才一直那个天上飞的球我是打不到，是因为迪卢克太高了，他把那个球是相当于是
是被打到了吗？还是一个什么？哦，还是打不到。还有螃蟹，哦，我没有自动回击，直接没了。那个最后飞下来那个球都没有看见。嗯，刚才一下打了两个球。是那个果实，我在这个它的跟前儿是一个什么效果？场地上画了一个类似于是边界一样的东西。这么开始，嗯，你不要老打高球好不好？
每次吃到这个免费的自动击球的时候，它都是城堡都是要毁了。如果我在你这个城堡前面一直玩命的攻击是什么效果？效果不好。又开始打这个高球。好吧，随便瞎闹了一下，但是这个第二个挑战是打完了。第三个挑战，曲线飞行，这个好像是飞得很快的那个。哦，这等于好像就是之前的球都出来了是吧？击败50个、100个，不要被击中，好吧？火这个有点意思啊。这有点太变态了，直接拐弯球还一左一右。
吃了一个自动火力机。感觉还是搞不懂那个在抛物线那个球是怎么判断，感觉上是我那太慢了，好像给我感觉上就是它的着地的时候，它消失的时间感觉上比我想象要早，每次都是它消失的一瞬间，我在尝试攻击，这等于是破坏护盾，这应该是正常会获得，应该没有什么特殊东西了，正常打的话应该是这些挑战的东西应该是都能拿到。哇，这个一上来就这么变态。不要发高球，为什么打不到？刚才那些魔球打多了，现在这些发出来的普通球感觉都像看着像是在拐弯一样。为什么我湿了？什么情况？等于是我那个飞得很高的球，它实际上你可以打的时机应该是再早一点，我每次打的应该都是很晚。又是打太晚了。刚吃一个这玩意儿就开始打高的，我觉得那一左一右那个真的是完全是接不到啊。击败歪球护盾，接下来就等于是再打一次，应该是就差不多了。是我错？怎么感觉我出生的时候有一个球已经飞过去了？
哇，后边是一个海滩吗？为什么我每次跑到后场都会湿掉？我觉得那个绿色的什么魔球就是骗人的，还不如不去接呢。我都看不见那个球，就摄像机又是固定的，我不太清楚它在什么地方。花儿吃的不太好。刚才是打得不好吗？没有，还差两座堡垒。但这个可能是累积的。最后再打一个连击吧，这个真的我感觉上做的是挺可惜的，就是算是一个，相当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连击的一个任务，结果这是我要开始吗？结果特别卡。现在真的不太清楚，这个是我在回击，还是队友在回击？为什么现在感觉不卡了哟？这是我上一个玩家的这个，就是他上一个玩家卡吗？还是说我的网没有变呀？在前面玩玩，我打后场去。为什么感觉像是我在 solo 一样？还是什么情况？
还是太卡了，这个究竟是一个什么情况啊？还是最后场，我想观察一下究竟是一个什么效果。火，一次被这个球冻住。毁灭者，好吧，就等于是队友卡，当然也不能说是卡。今日ね、クレー変わった模様のトカゲを捕まえたんだ。見たことない模様。这些。我才发现这个聊天的那个表情啊，第一次见到，怎么退出呢？退出去。我觉得这个游戏还是挺有潜力的，但唯一的问题就是联机做的不好，太卡。包括平常就是，当我联机算比较少，但是对游戏刚发售的时候，大家等级比较低，所以说还是联机会打打。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到了这么多螃蟹。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到了很联机的时候就很网络是特别特别的不稳定，像这种我觉得已经有点类似于是就是类似竞技一样的一个类似于是体育运动，你在延迟卡真的是我觉得是非常的影响你的一个体验啊。倒是给原石不错，还好我是相当于是一开始打的是单人，后来是确实联机，所以说整个就是这游戏的一个机制我是相当于是熟悉了。如果说你直接一上来就是去打联机然后再卡，可能我估计会打得你相当于是完全摸不到头脑，都不太清楚在发生什么，因为是你的输入跟这个游戏的一个反应完全是由于是一个延时这个东西吧，相当于是被影响到。这样应该就是这么多，这个这算是打乒乓球吗？还是羽毛球？还是什么东西？还是我感觉上还是挺有意思的，作为一个小游戏我觉得可以，但这个毕竟是一个算是一些题外话吧，就毕竟是一个手游的一个基础的东西，所以说可能会没法说是一直常驻在游戏里面，不过其实像那个什么陈歌湖吧，陈歌湖如果说你可以加入到一些什么小游戏之类，可以说是哎没事可以跟小伙伴一起去玩一玩什么的之类的，我觉得会更有意思。这种东西我觉得保留的话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别的东西应该是没了。公告的话好像我也没记得说是之前他有发什么公告，现在好像有一个什么。有一个特点，当然这边我就是叫什么旅行绘本这个东西倒是一直在做着，估计之后的话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活动，现在应该是这个风来人还是没有结束，这个东西是相当于是都解锁了，等于是录一下之后再有些其他的新内容是可以录。我别的东西 1.6 现在应该是能录的东西应该是暂时就是都录完了，总之呢是这边的情况，这边还是这个岛好像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记得好像我在说着这岛上怎么这么多螃蟹，那边还有一只，所以感觉好像官方就是设计的这个打球的这个场地周围是有弄了好多螃蟹，好像给我们来分散注意力一样。不过无所谓了，这期就先录制了，也是相当喜欢，我们下期见。